干嘛？好了不？开心了不？开心了吗？我很开心哦。嗯。不发也不行，截图也不算，也不算，那怎么办嘛？那怎么办呢？这样吧，那我就先关个播，自个拍，拍个微博，可以不？可以吗？可以了吧？怎么还不可以啊？那要怎么办才可以呢？太难了，不可能的呀，不行的，那个我唱什么嘛？那我唱首歌真走了。借口，我怀疑你到底说过什么，还要唱啊？不哭，唱什么嘛？天天开心可以不？可以吗？好了哈，好了哦，拜拜，晚安，拜拜。抖音。